陈乔恩之前因为微发福成为热门话题，对此陈乔恩幽默回应：“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胖，我轻的都快要被风吹走了。”陈乔恩一直不避讳自己是没吃货。昨日，陈乔恩工作室在微博晒出他被工作人员抓到正要拿糖果偷吃的照片。陈乔恩左手掀起糖果盖子，右手正伸下去准备拿糖果，正要得逞之时却被抓包。陈乔恩曾在节目上被工作同事爆料，一开口就是问有没有吃的，被当场吐槽别再吃了。被工作人员发现后，陈乔恩张大嘴巴和瞳孔，一脸我的天的表情，十分俏皮可爱。看到如此可爱的吃货，网友们笑侃是糖先动的手。